龙啊！小龙龙啊！不弄弄啊！天哪！我是在干嘛？我是上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没有在干嘛。干什么？我没有在干嘛。没有人啊，没人。我要开枪啊！撤！人嘞？你叫嘞？这边啊！干嘛了？干嘛了？我吓到了。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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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慢慢。出来！对呀，来跳，来来来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讲跳完了啦，这个这个啥？无啦无啦，我讲公布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你出来你出来。台中市刑大为了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落实治安平稳为主轴，防治帮派犯罪，破获一起暴力讨债集团，检警。经历了数月锲而不舍的跟监收报，见时机成熟，于112年1月9号，由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台中市刑大雾峰分局同步执行收网，拘提谢贤及共犯等五人。现场查获改造手枪、空气枪各一支，弹夹、子弹、吸食器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借贷本票、手机、现金及自小客车等赃证物。经调查发现，谢贤平日拥枪自重。并以经营地下钱庄、从事暴力讨债为业，因被害人向谢贤借款10万元，实拿9万，每月月息1万元，年利率高达120%，后因无力偿还高额利息，心生畏惧，四处躲藏。另一被害人因与谢贤有金钱纠纷，得知其藏匿处后，睡伙同成员强压被害人，以束带捆绑双手，胶带封住其眼口，再将其载至成员的居住处殴打、拘禁，并动后要将其埋掉，其嚣张行径啊，令人发指。警方荷枪实弹执行破门攻坚时，该犯前还搞不清楚状况时啊，即被远警压制在地，狼狈招逮，并表示啊愿意配合，以凌虐殴打被害人凶狠时啊判若两人。前案侦讯后啊。这个依枪炮、恐吓、取财、妨碍自由及重力等罪嫌啊，移送苗栗地检署来侦办，并经声押获准。警方务必不法之徒啊，切莫心存侥幸，以身试法。本局必定立即打击，严办到底，以保障民众免遭受恐吓暴力威胁，让民众安心过好年。